嗨，大家好，我是 Louis， 我是 Wendy。 那么就是因为我之前有说过我有去葡萄牙玩，然后我用西班牙腔的葡萄牙文是可以通的吗？这是分享在 Podcast 吧？YouTube 没有，没有。好，那请去听 Podcast， 就旅游那集，自己去听 Podcast。对对对，那我们今天要来实测，就是看 Louis 能不能懂，葡萄牙文这件事情，巴西的葡萄牙文，对对对对，我没有办法代表葡萄牙的葡萄牙文。OK OK， 然后我也没有深入研究说这两边差别有什么。那在这前提，我想要解释一下，在南美洲，巴西是唯一一个国家使用葡萄牙文。那当然，这周边我们是西文、葡文都可以。都可以互通的，甚至在巴西境内我们使用西班牙文也是可以沟通，所以呢才衍生出一个名词叫 Portuñol。 对，因为我们在边界成长的小朋友其实已经习惯了我们会西班牙文跟葡萄牙文掺杂着说，我们不会说这一句是葡萄牙文下一句像，我们是一句里面就会有葡萄牙文西班牙文的词，这样子浪浪这会好，所以才会有 Portuñol 这个名词。好，那生长在欧洲西班牙的 Louis， 我们来看看他听不听得懂葡文呢？可以啦，我觉得大概70%吧，70%。对，我们从简单的入门，好吧？我讲就是生活平常的打招呼用语。OK， 然后我讲，你就可能用西班牙文讲一次。好，好哈，也很简单，很简单。我现在一直就是看着镜头不看，是因为 我怕看你，我就看到因为我的稿子在这边，为了不要作弊，为了不要作弊。来，我们进入入门题。好 ，oi， oi 不就 oi 吗？啊？这最入门题的第一题你就挂了。对啊 ，oi 不就 oi， 因为字我听起来是一样啊。好，还是 oi 是好？不是哦，在我不知道在葡萄牙的 hola 是怎样，可是在巴西的 hola 是 oi 哦，就是 oi 哦，我以为是今天。第一题就挂掉。好吧，来 okay, 下一个 bon dia， 这个简单啊 ，Wendy 啊。好 ，buon tardi。Buenas tardes， 这个简单。Buon noche。Buenas noches， 好，很简单，而且你还照顺序。对啊，所以我才说这是简单入门的嘛。Oh, okay, okay. 好 ，Hasta luego。Hasta luego。Hasta mañana。Hasta mañana。Obrigado， obrigada。Gracias。这个是因为你有听过，对不对？哦、oh, ，对啊。好。Mucho placer。Mucho placer。是什么意思？就是 mucho gusto 啊。哦，对对对，好。Cómo va usted？ 就是Cómo está usted 这个概念。对对对对对对对。好。Ótimo。好，再一次。Ótimo。Ótimo。听我。Ótimo 就是 optimo， 很好的意思。OK， 我没有用过这个单字，所以我不知道，我连西班牙我都不知道啊。对啊。Todo bien。Todo bien。Cómo usted se llama？ Cómo se llama？ 对。¿Cuál es su nombre？ ¿Cuál es su nombre？这个阶段都指错了一题，所以这个阶段可见是西班牙文跟葡萄牙文是可以沟通的。可以啊。好，我们进入下一个阶段，来到了中等难的哈。是句子吗？还是句子？我讲一个句子，短短的，好，然后你看你要用中文还是西班牙文翻译都可以。好，来 ，será que mañana va a llover？ ¿Será que mañana va a llover？ 哦，叮叮叮好厉害。好，下一个。好 ，él va embora hoje。él va， 再次。él va embora hoje， 没有办法，没办法。好，因为其实葡萄牙文在巴西的葡萄牙文会有一个多出来的词是西班牙文不会用的。OK， 像ir embora 给西班牙文就是 ir 而已，因为 embora 对我们来讲就是外面。所以我们会说 ir afuera， 可是西班牙文不会这么的压给说 vamos ir afuera， 我们会说 vamos ir。OK， 对，所以刚刚那一句是 él va embora hoje 就是今天，所以他今天走。有懂吗？好，下一句 no voy a esquecer， no voy a esquecer， no 不太知道no vas a escapar， no sé， esquecer 的西班牙文就是 olvidar。所以 no me voy a olvidar。好，然后葡萄牙文没有那个 me de se 那个送字，它直接 no voy a esquecer， 我不会忘记哦。好，下一句也是最后一句，这个阶段 está combinado， está combinado， está combinado， está combinado。你想什么？你在想什么 ？combinar， combinar 就是配合，就是 mix 的那种，就是配对成功的那种感觉，对。
就是或是混啦、啊。对对对 ，combinado。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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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听起来一模一样啊，但我不知道实际上是不是这个意思啦。好 ，está combinado 的意思是 estoy de acuerdo， 就是哦，嗯，就是 OK, okay 的意思 okay, okay, ，está combinado 就是这样子。OK， 看来短句子不行，不行，对不 对, 对？因为太多不一样的用句了，对对用词，而且单字也不太一样。嗯哼，我们进入最后一个 top 的阶段。好，我讲一个单字，很简单啊，这不是句子，就一个单字，嗯、然后我给你 A、B、C 三个选项，你告诉我哪一个是正确的。Okay. 好，好，第一个 ，branco， branco， A 银行 ，B 白色 ，C 船。我觉得是白色。噔噔噔噔，答对了。OK OK OK， 好。但是有混淆的，对不对？因为 banco 跟 barco 其实有一点一样。而且我又不确定你们的 banco 是到底是你们的银行有没有加 r 就对，所以我不是很确定。但我只是觉得哦，好吧，我觉得跟白色比较相近。嗯，对对 对, 对，因为像有的时候西文跟葡文 l， 葡文就变 r，l、okay、就变 r，l 就变 r， 所以这会很容易混淆。好，第二题 ，banheiro，banheiro，a。baño 厕所 ，B bandera 国旗 ，C balcón 阳台。我觉得 A 厕所。真的、哦？我觉得听过这一个字吗？嗯，完全没有。没有。叮叮叮叮叮，答对了。bañero 就是厕所。哦，嗯嗯。哇，这个阶段我把它想成是最难的，结果你两题都答对耶。好，下一个 ，janela，janela，A。ventana 窗户 ，B llavero 钥匙圈 ，C llamada 通话。你西文再说一次，哪一个？不是葡文。Janela。ventana 我不知道。叮叮叮，对啊对啊对啊。哦，你怎么这么厉害呀？没有，因为逻辑吗？就是我觉得那个音啊，嗯哼，就是你那个音调，嗯，跟 bandana 的音调比较像，比较像。所以你完全不管它的 abecedario 了，你就是、对啊对啊，因为我觉得比较都是跟着音调。好，对对对对对 对, 對, 對。Okay, 好，我们来看跟着音调的 Louis 还能不能继续成功呢？下一题 ，rendar，rendar，A cantar 唱歌 ，B cena 晚餐 ，C juntar 结合。你再一次葡文。扔蛋，混蛋。好，所以你真的不能听语调、哦，不能听语调。这一题，我有刚，如果我刚有两个选项在选，但是搞不好两个都是选错。为什么？就是你 A 是什么去的？扛蛋，唱歌。我刚刚其实有在想说晚餐。嗯哼，但是我不确定。嗯哼，对对对对对，好，就是晚餐。哦，是晚餐嘛？ 对对对。那这两个真的是音调跟用词完全不一样。因为我刚刚在想说晚我不知道，我觉得晚餐跟那个 C， 嗯，混蛋，嗯，我一直在犹豫这两个，嗯，其实有一点，对对对，混淆，对不对？嗯、好，下一题 ，dónde， dónde， A， dónde， 哪里 ？B， diente， 牙齿 ，C， enfermo， 生病 ，B 吧。牙齿嘛，对啊，对嘛 ，dónde 很像，对不对？对啊，但是是 enfermo。生病哦，是哦 ，doinch， 好吧，我生病会 esto doinch， 嗯 ，OK， 下一题 ，shachiado，shachiado，A asustado 受惊吓 ，B molesto 不高兴 ，C satisfecho 满足的，要再念一次葡文吗？好 ，shachiado，shachiado， 你再给我一次 A B C 选项，哦 ，A 跟 B 就好 ，A 跟 B，A asustado 受惊吓 ，B molesto 不高兴，我在猜 A 跟 C 耶 ，A 跟 C 哦 ，C 是 satisfecho， 你记得哈？对，噔噔噔噔噔噔噔，抉择抉择，好吧 ，A 吧。好，答案就是 B molesto。不是。第七题 ，pronto， 嗯 ，pronto， 嗯 ，A listo， 准备就绪，嗯 ，B puente， 桥 ，C punto， 点 ，pronto， pronto， 我觉得是 listo， 对。噔噔噔噔，准备就绪。哦，你有听过是不是？嗯，没有。但是以这三个来说，我觉得好像 listo 比较合理。可是 puente、punto 都有一点点像啊。我知道 puente 好像叫什么 ponte 哦。哦，那差不多嘛。你好像讲意大利文、哦，所以我知道就不是 puente。哦，对对对。好，那最后一题呢是日常用语，你去巴西一定要学会的。它是一个组合，它这个组合呢叫做 garfo faca。
啊，不要怀疑，它这个组合就叫做 Garfofaga。嗯，这个句子刚到巴西的时候，真的会有点难发出来，而且会很危险呢、啊。有一点，就是我的意思说，YouTube 会把这个黄标，因为 YouTube 判读错误。我是讲普通话，我们骂脏话，我在讲普通话。那这个 Faga 是什么意思呢、嗯、？A fuck off 就是你想的 fuck off。B factura 账单、嗯、，C cuchillo 刀子啊，我想要猜 B 跟 C 耶、欸。啊，当然 A 就是给你一个放水。对，因为，但是我有个很重要的提示哦 ，Garfofaga 它是一个组合，嗯，他们是密不可分的。嗯嗯，那 B 怎么去 ？B 是 factura 账、嗯、单，我觉得是 C 耶、欸。对，cuchillo 对，叉子。那 Garfo 就是不是 cuchillo 啦 ，cuchillo 是刀子。哦、oh, ，对，刀子，Faga 是刀子，然后 Garfo 是叉子，所以你如果跟服务生要那个刀叉的话，就一定要说 Mosso Garfofaga per favor。哦、oh, 嗯，就是 Garfofaga 它是连在一起。Faga， 因为我刚刚想说那个 Faga， 我为什么会讲到叉子，你知道吗？嗯、因为我觉得这个跟西文一点关系都没有，对，但是我用英文想到 forks。哦、oh, ，对对对，所以我才讲到叉子，对，就是、嗯、大概是吧，对，对，就是你学这个葡萄牙文就去北美，不要乱说，北美就是讲正常的就好了。OK， 那我们结束了。你造一点句啊，让我扳回一点呢、啊。好，我们再来造个句。嗯，好。Amor, ¿qué hora vas a ir a votar mañana? Amor, ¿a qué hora te vas a levantar mañana? Votar. Votar 是什么 ？Volver。Votar, 所以你看 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啊、你就造一个句然后至少我听得懂70%-80%然后可以去猜对对对用语言逻辑对对对这样观察觉得、哦欸、好像真的会通、嗯、你懂吗对对对对再来造个句 Amor, toco muito calor quiero tomar refrigerante agora Amor, 我很热我想要吃冰淇淋 refrigerante 是汽水 refrigerante 哦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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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就只有一个单字不懂、哦、对对对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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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那有扳回了吗？有没有？就是不是真的要扳回啊、是要秀给观众看、其实是通的。嗯，但是我不知道讲西文普文人能不能听得懂。欸、因为我没有办法测试。对，因为你没办法测，因为你会，你两个都会。对啊，对不对？那要怎么测呢？可是，在巴西的巴西人，这是绕口令吗？中文绕口令。巴西人绝对听得懂西班牙文，因为他们就身处在南美洲嘛。哦但是葡萄牙我就不知道，因为你说你去葡萄牙，他们都听不懂。对对对，但是哦、嗯，没有，其实没有，其实他们也听得懂，因为我就是用西班牙文，但是带葡文腔的西班牙文啊。嗯哼，那你还要再一题吗？好啊，再一题。好，再玩一下啊，我觉得蛮好玩的。Amor, eu gosto muito do nosso coelho。你的脖子很酸。我觉得我每次都跳到一个很容易混淆的 coelho， coelho 是 conejo。我很喜欢我们的兔子，差好多、哦，差好多、哦。但是，你们大家真的不要惊吓，我觉得西文普文是可以哦， oh, okay, 可以对话的， okay. 对、嗯，因为他就只有一个单字听不懂，他可以说。杜龟友给把手工杜龟友，然后可能那个说普文的人就会说 ，No， 龟友，龟友 ，I'm animal， 什么什么，就会开始跟他解释。其实也还是有迹可循，但是我想到脖子。可是因为这种只有一个单字不懂，你可以问，你知道吗？啊，其实西文跟普文，我这么说，我认为。互通60%-70%一定没问题。可以，就像我说，你只要如果你会西班牙文或者你会葡萄牙文，你去到另外一个国家，其实你只要装一下他的口音，对，装一下他们的腔，然后讲你会的语言，其实都听得懂。嗯，前提是你去巴西的话就不用顾虑这么多，但是以他的经验去葡萄牙，真的需要装一下葡文腔，但还是要慢慢说啦，还是要慢慢。对对对，不要太急，不然你要让人家有想的时间跟空间。兔子 conejo 就 conejo， 对对 conejo。我们很喜欢的一个 stand up 的脱口秀主持人，他说什么？他说葡文什么？就是葡文的腔调，就是西班牙文，但是耳聋版人士的，就是的西班牙文聋哑，哎、不是聋哑，只有聋而已，只有聋。他们听不到自己的声音，所以他们讲话会有点对，因为他们要学操泥呆，所以他觉得葡文听起来有点像操泥呆的西班牙文。你说一句西班牙文，西班牙文啊 ，Qué vamos comer ahora？ Qué vamos comer ahora？啊，完全啊！那我讲正确版的。OK， vamos comer ahora。差不多啊 ，ahora ahora ahora ahora， 就是。OK， 我们下集见，拜拜。